各位好，欢迎您来到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中文与大家交流的又一个新平台——脸书上的直播澳洲 （Australia Live） 节目。本期话题呢，我们将会聚焦近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移民政策方面的诸多变化是否构成了歧视这样一个话题。还是首先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来的三位嘉宾朋友，一位呢是中国的故事编辑、澳大利亚智库中国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江宇女士。江女士您好。你好，大家好。一位呢是澳大利亚的华裔自媒体人油管，也就是 YouTube 的频道悉尼奶爸的主播及创办人卢雄飞先生。卢先生您好。哎，方先生你好，大家好。还有一位呢是信维咨询集团的总裁，澳大利亚的注册移民代理董乃瑞先生。董先生您好。主持人好。那么今天呢，担任我们导播的依旧呢是我的同事冯凯。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还有三位嘉宾朋友好。那我们还是在 ABC 中文的 Facebook 页面上进行直播。如果在直播的过程中，您有对今天的话题有什么想问的，可以在评论区留下您的问题，我们会向您转达。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在 ABC 中文的网站上同时的链接我们的直播信号，您可以登录 abc.net.au/chinese。方腾。好，非常感谢冯凯。近来啊，澳大利亚的联邦政府推出了两项与移民相关的这样一些政策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将近一个月前说的入籍考试要加强考核澳大利亚的价值观。那么5道价值观的题目呢，必须全部答对了才能够通过。另外一个呢，是在这个联邦预算案公布的时候呢，对配偶签证申请人以及其永居居民的这些担保人都提出了新的英语语言方面的要求。有人呢，把这项政策呢，是比作白澳政策时期的听写测试。那么，这会对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稍早采访了几位受影响的人士，一起来听听他们的看法和担忧。说实话，我当时觉得是挺惊讶的，挺不合理的。因为就我的认知来说啊，我觉得这个语言这个要求，你放在工签里面，放在技术移民里面，放在入籍里面，我们都是合理，大家也能理解的。但是你是放在配偶签证里面，配偶签我们知道它是以一个团聚为目的，我觉得它审核的重点是这个配偶关系的排他性与真实性，还有以及两个人对未来的生活是不是有共同的信念。所以这个跟两个人的英语成绩的好坏是没有关系的呀，两个人的沟通它不是用英语的呀。他现在要求说大家都要说英语，那之后会不会有下一步的一些政策？然后这些政策可能就会影响到大部分人。所以我觉得现在不是说我们不被这个政策影响，所以我们就默认这个政策是合理的，而是说我们发现它不合理的时候，我们就赶紧想尽各种办法去遏制它的发生。我们在申请这个签证的时候，第一的功能性上的要求一定是想要和我的伴侣在一起，而不是说这个签证可以保证我在澳洲工作，或者是我在澳洲可以融入社会。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作为就是这个配偶签证的申请者一个自发性的行为。如果我们来到了澳洲，那我们是一定会在各种各样的压力下，你也会自发的去学习英语，然后去融入这个社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自发性的，而不是政府要要求我来做的一个事情。I would say that it's discriminatory, and it certainly favors nationalities that are naturally English speaking or have that capacity already. So discriminatory, yes. It's hard to know exactly. But it's certainly divisive. It's certainly the result of it is discouraging. And at a time where we should be more diplomatic and respectful of our neighbors and trying to strengthen those ties in a time where there's too much animosity. 我们看到了受到影响的这些配偶签证的申请人或者是担保人呢，他们的这个想法呢，都对这个新政策的改变呢不是特别的赞同哈。那么我们看一下董乃瑞先生，您的工作方面的关系啊，其实您一直都在了解这些方面的政策变化，能不能谈谈这个配偶签证的这个变化到底有哪些好吗？主要是第一个是针对于申请人增加语言要求，他需要满足所谓的 functional English。当然，functional English 针对于美国、加拿大等等新西兰护照持有人本身就是豁免的。在以前呢，
你是不需要达到这个要求的。但是现在呢，配偶移民跟技术移民的副申请人一样，增加了这个要求。那么这个有一项新的变化，就是说如果你不通过考试的话，你可以通过参加社区语言学习的方式来获得社区语言机构的评级，通过之后也可以。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说，针对于 sponsor 担保人，如果你不是澳洲公民也需要通过语言测试。当然法律现在还没有出台，但是这一项的变化还是令人吃惊的。那简单来讲，对于我们父母这个年纪的申请人来讲，如果他们想担保配偶移民的话，就会遇到非常大的困难。当然目前我们不知道是否可以通过缴纳语言费用，也是接近5000澳币的这个申请费来去豁免语言要求，这个我们会拭目以待。嗯，等于说就是现在为止这些对英语的要求哈，只是政府的一个建议，因为预算案还没有通过国会，所以可能还没有完全付诸实施，而且细则也没出来，是吗？这个根据 Alan Tudge 的宣布是在明年的2021年的下半年，所以这个目前细则法律以及这个事情还没有最终通过，还没有成门，所以具体的要看明年的政策了。嗯，那么就你接触到的这样一些比如配偶签证的申请人或者说是担保人，他们总体来说像刚才我们录像里说的都是持有负面的意见吗？我觉得基本上是的。我认为所有的会申请移民的，无论是担保人还是申请人，都会相当很大程度上持有负面的意见。那么而且这里面有很多比如说英文非常好的，那如果你没有在英文国家读过书，为了满足 functional English， 即使你英文足够还需要去参加一次考试嘛，这个也是额外的努力和需要。当然 4.5 分的雅思并不是很难，但是依然这是增加了一些困难。嗯，但是对于华人社区来说影响还是蛮大的，是吗？非常大。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很令人担忧的，就是如果担保人也需要参加英文考试或者是参加英语言学习的话，那么如果担保人届时因为各种方面的原因没有时间去参加语言培训的话，那么是不是申请人无法获得 PR 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会不会造成很多很多额外的问题？因为申请人即使他的关系真实且持续，这个是语言学习是他无法控制的，这个可能会变得非常复杂。另外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政府会推进对于 sponsor 就是担保人的这个品行的这个要求，这个已经是有了，现在有这个要求。如果你是比如说是这个有过对小孩的性犯罪或者是家庭暴力的这种犯罪历史，他是不给你通过的。但是未来会改变成为如果你不通过这个 sponsorship 是没有办法递交配偶移民的，这个会导致很多在操作 层面的问题，有可能会导致申请人的因为你的 processing time 太慢导致可能会黑掉的问题。这都是这个其实当然是在2年前就提出来了，这个法案至今虽然已经通过国会但是没有付诸实施，就是因为操作层面的很多限制目前还没有讨论清楚。那么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代理移民部长 Alan Tudge 他的一个这个新闻稿啊，他说采取对这个担保人的这个品行检查，主要的目的是因为新移民尤其是英语不好的新移民面对家暴的情况呢非常严重啊，比一般的社区呢要严重的多，因此呢政府采取这样一个品行检查的这样一个措施来减少家暴的情况。您觉得这是真正的原因吗？我觉得你在推一项政策的时候总能拿到一些理由嘛，但这个理由是在这个真正的原因里面占多少比例，我是对此持有怀疑的。这个数据当然可能是存在，但我相信如果你把它真的摊开来看，我不认为这是主要原因。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江云女士啊来谈一谈。刚才我们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有人把这项措施就是配偶签证的这些申请人或者说是担保人这个进行考试比作是白澳政策下的这个听写测试。你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个是不是太严重化了？第一，我想说的是，第一，澳洲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国家语言，所谓的 national language， 这是不存在的。英语不是国家语言，澳洲根本就没有国家语言。这个所谓的英语考试确实会使很多澳洲华裔和亚裔想到了几十年前的白澳政策。白澳政策时也是用这种语言测试来排斥亚洲人和其他非白人的。而白澳政策下政府其实是一直是否定澳大利亚有过种族歧视。政府的官方说法是白澳政策是为了澳洲的经济而不是种族歧视。这些种族歧视的措施
政府是不会承认自己是种族，是因为歧视来确认的。其实如果我们想要了解现代的澳大利亚，很大一个因素，我们应该了解澳大利亚的一个历史吧，包括澳大利亚的白澳历史和对原住民的歧视历史。毕竟这个政策持续了这么长时间，澳洲原住民是1967年才在澳洲才算人，在census里面算人，而白澳政策也是要到1966年时候才废除的，这些不是什么古老悠久的历史。而澳洲40年代的同化政策呢，就是以白化而不许原住民说自己的语言，企图让他们没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其实澳洲原住民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而澳洲政府却不宣传和支持我们的原住民文化，却总是宣传欧洲文化。这我们可以应该想想这是为了什么。关于这个英语测试，我觉得学会英语确实是对来自非英语国家的新移民来说确实是很有利的，对吧？他们说呢，更容易找到工作，看医生，了解澳洲的官方信息，参与就是民主制度。所以我确实认为，确实澳洲政府应该是鼓励新移民学习英语。我很支持澳洲政府对提供这种免费英语课程的这个政策。那我想问一下，您到底是支持这个政策还是不支持这个政策？但是我是不支持这个新的政策，这种说要配偶用的语言要英语才能得到永久居民身份这个政策。这不是在鼓励移民们学英语，而是在惩罚不会英语的移民。如果澳洲政府真心的关系新移民的处境，应该是帮这些新移民们融入澳洲社会，比如提供翻译服务啦，比如还有这个 ABC 这个 program 就做得很好，就帮会说中文的人了解澳大利亚。这个新的政策却会导致大家排斥会说英语的移民。好，那卢先生，那么对您来说，我们澳大利亚是不是走往回走了会让大家就是怎么说呢，一种融合的状态，而不是在更加的讲多元文化，而是让大家所有的人都把这个澳大利亚的英语要讲好，有一种歧视，您怎么看？是这样子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白澳政策啊，这个我们这个不是咱们今天重点，但是呢，以前我有做节目做过，什么是白澳政策，到底什么产生的，白澳政策最后怎么结束的，为什么它会结束？还有呢，就是白澳政策，刚才我们提到白澳政策有考试嘛，具体来说就是说给你50个单词。就是只有在英语单词，然后让你把这50个单词念出来，或者是你知道什么意思，然后如果说你过了，你能听懂，那你就过了，当然有个标准。但是呢，因为很存在，确实当时存在一些歧视心理，他因为以这个完全在于考官本人的这个主观意见嘛，就像我们考雅思一样的，我觉得你过了就过，我觉得你不顺眼你就不过，所以这样呢就会造成很多困扰，确实这样子啊。但是呢，在说我的观点以前呢，我要先讲一件事儿，就是我几个朋友吧，现在在搞这个。关于照养老的一关事情，因为什么呢？就是他们我们经常在很多华人区嘛，会遇到很多老人过来问路，问你这个什么东西啊，到哪儿怎么走啊，等等这样子。他们就想，与其这样的话呢，不如呢我们就组织一下，找几个志愿者啊，就定点的去给老人做这个事情。那么这个周或者下一周呢，我也会去给这个老人做这样的翻译的服务。我说这个是的原因在于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会发现？他们觉得里面有个模式。就是这些老人他为什么都到华人区来，他明明住得很远，很多人会坐公车过来，因为只有在华人区能够找到中国人给他们翻译，告诉他们怎么走去买什么东西，所以这是一个痛点。这些老人呢，就是因为这个他们不懂英语，所以他们必须他们的生活受到了限制，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老人来澳大利亚养老的时候呢，我觉得这边好寂寞，好没有意思，你知道吗？这都是这样子。但尽管这样呢，据我所知好几个社区老人都自发组织了这个，包括在社区中心的帮助下自发组织了一个学习英语的活动，而且学得非常的认真，至少我见到 Rose 社区的英语课我去旁听过，老人学得都非常好。那么我们现在回到刚才董先生刚才说的啊，就是现在的这个刚才董先生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连担保人你都必须要考英语。我觉得呢，就是说你如果说你已经获得了澳大利亚的公民这个不管是公民也是那个对公民不需要，对 PR 的话，对，如果你没有获得永久居民身份以后呢，如果你对于这个雅思 4.5 的均分这个考试呢还有疑虑的话呢，我觉得这恰好就是证明了这次移民部的这个举措的观点，就是因为有大量的移民
到了这儿了以后呢，尽管成为永久居民了，而且待了很久啊，甚至有的人不是所有人啊，有的人待了很久，他英语依然是达不到 4.5， 甚至他怀疑自己可能达不到 4.5 这样均分。当然这会增加一定的考试成本，我理解这会增加一定的成本，但是呢，这一点呢确实是反映了这样一个现状。移民部长之前说过，现在澳大利亚有100万人无法使用这个刚才我们说的纯正的也好，或者是基本的这样一个生活英语。100万人，澳大利亚全国2500万人，100万什么概念？4%人口不能做这样一件事情，这个我觉得已经非常触目惊心了。而且，澳大利亚移民政策放宽已经很多年了嘛，到目前为止呢，如果说这样子的话呢，我记得在2004年的时候只有50几万，那么在2016还是2017年是变成80万，现在是100万，这个是线性上升的，这是线性上升，你可以可见的这样的趋势是没有下降的。而且我们也很多人知道啊，我自己也遇到过啊，留学生在那儿留学了4年，来的时候考雅思的6.5，回国以后他再来考研究生。结果就考了雅思6，他来学了4年以后，他的那个英文反而降低了。就是说我的意思就讲，留学生都通过考试来这样说，他的语言反而退步了吗？因为每次雅思考试都是有。他在澳大利亚生活了4年，学习了4年，本科4年，回去以后他再考英语，考雅思要准备过来，我是申请，但是我自己亲身遇到这样一个人，反而在退步了。这不就说明雅思考试本身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吗？如果说这是一个人在澳大利亚留学了4年，从事英语的这个教学4年，他结果他的雅思还是，我觉得这个偏差有点大。这个英语这个问题啊，雅思考，如果说这个案例成立的话，雅思考试是有巨大的问题，大家觉得是吗？有巨大的问题。这是有问题，确实是个问题，但是这说明什么呢？那我们怎么能来？这说明什么？对，前面我们讲到啊，董先生讲。你并不一定是一定要通过这个雅思的考试，你也可以通过一个510个小时的免费的社区学习，同时帮你带娃，可以免费给你带娃。我们在这儿带娃知道带娃成本有多高，510个小时的免费带娃，上万澳元的这样一个开支就省掉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只要，而且移民部长他说了，我记得前两天采访他说了，不需要，他没有一个实际的考试，他只需要通过一个审核，就说到底什么叫做付出了相就是一定的努力。这个努力呢是有一个评估，但是呢不是一个实际的考试。所以呢，综上所述，这个条件已经是宽松的不能再宽松了。就是如果说啊，一个留学生在那儿学4年，我这逻辑有点乱。留学生学4年，我这意思是说明什么呢？跟刚才我们说的100万这个数字是一样的，就是你这个你在那儿待的时间越长，以后英语没有改善，反而下降，或者说没有上升的这个情况非常普遍的。可见这个政策的是多么的迫切，你知道吗？这是非常普遍的，而且我们知道现在社交成本非常低，就是那个交流成本非常低，但社交的这个，因为我们微信嘛，对，用微信嘛，不管是打电话还是看文章，都是用在这个微信的圈子里面，在这个中文的圈子里面，导致了呢，如果说你是作为配偶移民过来以后呢，你更没有动力去，如果没有强制手段的话，你更没有动力学英语。如果你在，卢先生有时间关系，我们先在这打住一下哈，我们来听一下这个 Alan Touch， 就是澳大利亚的代理移民部长，他在接受 ABC Afternoon Briefing 这个节目的 Patricia Cavell 采访的时候，他是怎么应对这个主持人问他这项对英语的要求是不是有歧视的这个批评的，我们来听听。So why are you introducing a new requirement that applicants wanting to marry Australians need to pass an English language test? Well, this supports the migrant and it supports our society because if a migrant has good English, then they've got a much better chance of being in the workforce. They can more fully participate in our democracy once they become a citizen. And of course, it's critical for our social cohesion, for us to be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and English is our national language. Why are you discriminating against people who can't speak English? I mean, this nation has been built by immigrants who came here not speaking English. We've talked about this before in my own family. My own parents spoke very little English, and I've done all right. I'm sure you know many migrants and second generation Australians who have. Why make that a requirement?Well, if you look at the data, PK, only 13% of those who don't speak English in Australia are in jobs, compared to 64% of those who speak English well. It is that stark. When your parents came to Australia, presumably, I don't know, perhaps in the 60s or the 50s, I don't know, but there was a lot of jobs which you could do without English language. Today, nearly even the labouring jobs typically require basic English.
because of the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requirements. So the world has changed. And of course, if you want to participate fully in our democracy, then English language becomes very important as well. Okay, but this effectively means that you are preferencing partners who are from English-speaking nations, aren't you? I mean, if, because this is a partner visa, if your partner is from Pakistan, you're going to be at a disadvantage than if your partner is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We already have an English language requirement for the skilled visa stream, which is actually 2/3 of the overall permanent migration intake in a normal year. And so this is an extension of that. And it's actually not, it's not discriminating against anybody. It's supporting people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free English language classes and put them in the best possible position to get a job, fully participate in Australian life, and fully participate in our democracy. 刚才呢是澳大利亚的代理移民部长呢 Alan Touch 接受 IBC 的采访啊，董先生这个说的也对，连基本的英文都说不清楚，为什么他能成为澳大利亚的移民？这是我们一位网友的评论哈，他说这不是歧视，这是最基本的要求。您怎么看？我其实关于入籍考试增加澳洲价值观的问题啊，这个大家可能稍后可能会谈到，但是我有注意过。中间这个关于价值观的问题，还有包括 Australian Value Statement 也被加到所有签证的申请里边去，加了关于言论自由、互相尊重、机会平等、民主法治啊的尊重，但是没有任何关于就是所谓的多元文化 multiculturalism 的。多元文化其实是澳洲的价值观里面一个非常珍贵的东西，我们看到的是这个部分的退缩。那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列出100个理由来支持我们的任何一项政策啊，任何的政策都有它的理论依据和逻辑在后面，但是问题是我们要看到它背后真正的目的和趋势和价值观的变化是什么。我觉得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这个 Australian Value 还是这个英文的增加，都看得出是一个更加偏右的、更加保守的、更加白人的价值观，我认为这个是没有办法否认的。那所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才 Alan Touch 讲到说，他 Patricia 的父母那个年代过来可能不需要英文，现在需要英文，反倒是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再过5到10年，英文可能语言不再是很大的问题的时候，当人工智能5G 的运算能够让语言变得更加容易的时候，这是不是反过来的呢？如果我们是一个前瞻性的社会，是不是应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一下它的点到底有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 point 啊，卢先生，我这个网友举手问你的问题哈，说这个澳洲政府如今要求配偶呢会说英文，而反观中国政府呢其实不要求外籍配偶呢会说中文，你觉得中澳两国对配偶语言能力的要求谁优谁劣？我觉得中国没有移民这样的说法，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永久居住的这样的东西是非常罕见的，没有永久居住的。而我们刚才说的也很重要的一点什么呢？现在的区别就在于说，这个要求这个外籍配偶，他可能不是入籍到中国去，他只是外，比如说外国人跟中国人结婚，他到中国去了，没有要求外籍的配偶会讲中文。我知道现在政策，澳大利亚政策也是允许你可以不用学英语，你可以不用。拿到这个英语的这个分数也可以过来住的，只不过你是临时的签证，你是临时的一年一根的临时配偶签证，不是一个可以拿福利的永居签证，唯一的区别在这儿。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讲中国是没有永居政策的，或者中国的永居这个很难拿的，中国的永久居民政策很难拿的，这就是区别所在啊。你当然你可以去中国，你可以你不拿它福利，它也没有什么福利。你在这儿的话呢，因为你必须要这个福利，所以说你只有在通过考试才能拿这个福利，这是唯一的区别，大家概念要理清楚。另外呢，我想说一下，补充一下刚才那个多元文化这一点，董先生提的非常好，我特别欣赏这一点。哦，对，补充说一下啊，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在这次政策里面，对于老人65岁以上老人和这个有学习障碍的人，应该是有赦免的。我个人觉得是应该有赦免的。好，回过来我们讲这个多元文化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其实一直有争议，我们所有人都有争议，多元文化到底是什么？澳大利亚是个移民国家，移民国家应该是个多元文化的国家，那什么叫多元文化啊？这观点有很多，我在以前节目里讲过这个，就是美国的这个有一个哲学家叫做亨廷顿，他提过一个番茄汤的理论，这个是很有名的，关于多元社会，尤其是像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它多元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番茄汤呢，
就是你是我们大家就是烧过这个番茄酱嘛，是吧？你烧一锅汤里面，你放里面放土豆，放里面放个什么萝卜，你最后进去呢，大家都是带一个番茄味儿，但是呢，你都能吃出来它是土豆还是萝卜，但是呢，这一锅汤都是番茄汤。但是现在呢，有一种想法啊，另外还有一种模式叫做熔炉，就是你过来以后，你不管是什么，你过来都变成我。你是吃饺子的，到这儿来你就必须要吃意大利的这个派，你就不能吃饺子了。这熔炉理论啊，这种理论当然是非常的不好的。还有一种呢，就是现在呢有很多人非常主张理论叫做色拉理论，就说你过来以后呢，你是萝卜还是萝卜，你是那个茄子还是茄子，简单拿个色拉酱给你拌一下，好像我们在一个国家里面了，但是呢其实呢你吃的时候还是一个一个吃的，大家还是就是泾渭分明的，你知道吗？大家还不是一个番茄味儿，没有一个统一的味道。所以呢，我个人是支持这个番茄汤理论的，就是多元社会应该是个番茄汤。那么问题来了，这个番茄的汤它有原汁儿啊，就每个都要带番茄味儿。这原汁儿是什么呢？原汁儿就是应该我们前面讲的澳大利亚价值观，民主、自由、平等啊，这个价值观呢应该是普世的。但是很不幸，很不幸啊，因为这价值观全部是来自于前面我们说的有董先生讲的白人的价值观，它全部是来自于犹太和基督教传统的国家。甚至不是所有白人啊，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国家这一套全部是来自这个。当然了，我们可能会说啊，佛教里面也有平等啊，然后中国的古代也有平等，那些都不是系统性的，而且不是最后形成一个可操作性的思想体系和社会组织方式的，都只是理论。我们说平等谁都会说，但是最后你要实现这个东西的话，唯一能够实现的这个价值观体系只有来自，我差点说脏话了啊，来自那个白人这块，那没办法呀，那你只能跟他这块走啊。Okay, 现在我觉得好像番茄汤和原汁啊。江宇女士，我想问您一下，就是说有些人认为这个配偶签证其实是希望他们能够在一起，对不对？如果配偶签证最后造成的影响是这个夫妻两个人必须是分离或者分居两地，这种做法是不是会影响到违反了联合国的相应的国际公约，或者说这种做法可能是不人道的一种做法？您怎么看？我对这个国际公约不太熟悉，但是我确实觉得不人道，使一个家庭分散啊，是一个不人道的事情。我们知道，其实移民对澳洲是有利的。我们不是，好像现在有一种说法是移民是对澳洲好像不是有利时期。但是我以前是在国库部工作的嘛，国库部2018年出了一个报告。指出移民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和国家预算都有很正面的影响，移民贡献是每年澳大利亚经济1%。但是我们现在说的并不是说是所有的移民，而是说那些不会讲英文的移民。对呀、啊，以前比如说 Frank Lowy， 是 Westfield 的创始人，还有 Sydney Meyer 是 Meyer 创始人，他们来澳大利亚的时候都是不会说英语的，后来还创建了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公司，雇了这么多的人，所以就算刚刚来不会说英语，那并不表示他们对澳大利亚没有贡献。您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种政策应该通过鼓励奖励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制裁或者说是那个罚款的方式来解决，是这个意思吗？嗯，对对。嗯、我觉得英语确实是对移民是有很好好处，但是阿伦塔吉说的不对，澳洲根本就没有国家语言，其实。那么昨天的时候呢，澳大利亚的反种族歧视专员陈振良，也就是这个 Chin Tan， 他呢就这样一个政策变化呢也发表了他的看法。我们请冯凯呢给我们介绍一下。澳大利亚反种族歧视专员陈振良发表声明，呼吁联邦政府在推出对配偶签证申请人的新英语语言要求时，应充分咨询社区。他说：“我支持政府促进和鼓励所有移民到澳大利亚的人获得英语语言能力的立场。”但如果这项政策是根据人们的英语熟练程度来执行和决定配偶签证类别下配偶留在澳大利亚的权利，则该要求可能不公平，并可能不公正地影响到配偶的权利。更令人特别担心的是，该要求是否会造成夫妻分离的结果？该政策是否会影响到澳大利亚人在与谁建立新感情时要基于种族、文化和国籍的考量？英语达到实用水平是一个受许多因素影响的复杂过程，必须认真考虑到种族、文化和国籍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要考虑提出的新要求是否能在没有歧视性后果的情况下付诸实施。社会凝聚力不只是语言，还在于一种归属感。作为一个成功的多元文化国家，
澳大利亚必须支持所有公民和永久居民全面获得社区服务和支持，无论其语言水平如何。至关重要的是要以非惩罚的方式进行。我这里有一个观众网友的问题哈，问董先生的。他说：“董先生，这个政策不是白人的右倾思想，是对以前不合理的配偶移民签证政策的修正和合理化。您怎么看？”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那么，我也不是说我的观点就一定是真理，我只是说通过这个自由党政府过去几年一直在努力尝试做的改变，比如说增加143付费父母移民的这个收入要求，从4万多增加到8万多，当然这个失败了。给予入籍增加到 competent English 雅思6分以上的要求也被失败了等等吧，这一系列这些年一直在有这样的新政策，而这些政策的一以贯之的都是在去强调同一个价值观，同一个语言，而它相对来说是并没有在支持 multiculturalism。 在现在这个范围内，我们有可能它对，有可能它不对，但是这个趋势是我想讨论的东西。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会怎么样，我觉得是我们所有，尤其是我们作为叫 minority 的这个 community 是应该警醒的。那么这里还有一个观众问这个卢先生哈，说新移民能说好英文真的可以能够代表他们这个他们能够尊重澳大利亚的这种民主自由的思想吗？这个语言说得好能等划等号说他的意识形态，或者说他能够真正的融入澳大利亚的社会吗？我这次尽量简短啊。从逻辑上讲，这是一个就是必要命题跟这个充分命题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当然不是，你拥有语言，你的有这个技能，并不是你去跟这个价值观对接必要条件，就是你只有我当然直接啊，因为前面我们讲了这一套东西都是由说英语的这个国家，或者说至少这个语系的这些国家啊，欧洲吧，或者这些国家他们建立起来的。那么你要想真正的对接，我们很多人都说，很多人出了国很长时间了，然后呢，本身也是民主价值观的啊，民主派的，但是呢，往往最后都觉得总觉得跟这个主流的这个民主这主流的这个思想体系还是有一些隔阂。我觉得就很大程度就是在于这一块儿，他没有直接去接驳到这个整个的思想体系以及背后的背景里面去啊，所以呢，它是一个必要条件，它未必是一个充分条件。那么刚才我们谈到的是这个配偶签证啊，他们英语的一些要求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这个从11月15号起要实行的这个澳大利亚公民入籍考试的一些变化。它那个变化呢会更强调考核澳大利亚的价值观啊。这个江云女士，您觉得这样的一种考试，比如说考试是考试，我可以背得很好答得很对，就是可能也是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我能在我的现实生活中把它做得非常好吗？这是不是太走形式了？是不是太理想化了？我觉得让所有移民们更清楚了解澳大利亚价值观确实很重要。如果有考试这个形式的话，可以促使新移民们学习关于价值观的这种话题了。但是价值观这种问题，这不是说出来的吧？打个比方，澳洲有种族平等的价值，我们一直可以向移民们宣传这样的价值观，但是如果新移民他们经常被种族歧视，那他的经历和澳大利亚提倡的价值观呢就不一样了，这样就可以导致他们对澳大利亚呢有种愤怨。所以我其实认为价值观是很重要，但是价值观不能只向移民们宣传，而要向所有的澳大利亚人们都宣传，毕竟很多澳大利亚人的三观和澳大利亚的价值观不符。还有一个就是澳大利亚是个民主国家，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有什么定义，这些都是很值得讨论的。什么言论自由啊，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言论自由，什么是平等。就说平等吧，澳洲我们就是男女平等嘛，但是我们有男女平等了吗？我们有种族平等了吗？原住民为什么还在这个弱势社会地位，而女性为什么做同样的工资却没有男性高？所以我们有真的有平等了吗？还有比如说宗教自由吧，宗教自由可以歧视同性恋人群吗？这些都是很值得讨论的问题，这是我们所有澳大利亚都应该讨论的问题。
所以说您的意思就是说，不仅让这个新移民或者移民来学澳大利亚价值观，应该开课给所有澳大利亚人上价值观课、公民课。应该可以开课，可以大家都来讨论讨论这些重要问题。对，我想这里面我补充一个信息，所有人是公平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是对所有澳洲的居民都是应该一视同仁的。嗯，那我想卢先生，我刚才您谈到这个事情哈，这个有没有人说这有点意识形态的这种洗脑的这种嫌疑在里面？就是说你是来自于不同意识形态的人，可能你要先给我们洗一洗，洗干净了，进入到我们新的意识形态当中，能够融入我们的新的意识形态，有这个意思吗？这个就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番茄汤一样，你掉进去以后，你必然要裹一层汁儿。对，你自己内心的可能很多东西还是一样的，但是这个价值观还是一定的。刚才那个江女士说的那句话呢，我补充一个信息啊，澳大利亚的中应该是高中吧，忘了十年级还是几年级的，它有一个公民教育的这个统计数据，它的公民教育的统计数据从2003年开始到现在是逐年下跌的，就是最后关于澳大利亚政府怎么运作的等等这个相关的民主自由，到底什么是民主什么自由，这个价值分数是一直在下跌的，所以这确实不仅仅是华人社会问题，也是主流社会的问题。而刚才江小姐说的那些所有这些问题，我觉得都是需要我们华人去加以充分讨论的。但是我觉得还是啊，如果说我们用中文讨论，对方用英文讨论啊，那就是鸡同鸭讲啊，所以我们必然还是需要用一种相对比较普世的语言去讨论。而英语的外来词汇是全世界最多的，所以它是相对比较适合讨论的一个，而且它虽然不是澳大利亚的正式的官方唯一语言，但是呢它是全世界被接受最多的语言，所以我觉得即便从实用角度来讲，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方案。嗯，董先生，这个的的确确在澳大利亚生活，你不知道澳大利亚人这个价值观是什么，你可能会格格不入，哪怕你在待了十几年二十几年，英语也不会，也不知道所有大部分澳大利亚人怎么想，对某些事情怎么想，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想，那这不是很自然而然的要求我们去了解澳大利亚的价值观，去学习价值观，在我们生活中去实践这些价值观吗？我觉得这个价值观里面最有价值的就是卢梭那句话，我虽然我可以不同意你说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可以不同意你的价值观，我誓死捍卫你拥有自己语言自己价值观的能力。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并不在讲说中文好还是英文好，哪个更有传播力，关键的就是是否尊重不同。我觉得这是我在整个的这个 policy 里面看到最核心的部分，如果能够尊重更多的不同，这才是我们这个社会澳大利亚这个社会最有价值的地方。然而这个部分在发生改变的时候，我会产生一些担忧。那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状况，那我们不希望澳大利亚沦落到那种一个极化的一个社会里边，种族阶层阶级高度对立。那么我们这样子到底是会让事情变得更好还是变得更坏，我不知道，这个部分太复杂，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我誓死捍卫你说自己语言的权利。你讲中文也好，讲希腊文也好，你不懂英文，你在这个社会里面只要是守法的公民，你就应该有权利好好的生活，我认为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这个话题啊引到另外一个话题上去啊，就是在上个星期二呢公布的2020至2021财政年度的联邦预算案当中呢，移民计划现在发生了变化了，要侧重全球优才和投资移民，而这个留学生可能会成为这个预算案的最大输家啊，因为这个技术移民的方面呢会减少比较多。我们来看看几位华裔的留学生他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本身是留学生，然后呢在澳洲办了工作签证，攒了工作经验，然后所以说我身边的群体都是留学生。在留学生这个群体下，我觉得绝大部分人都在走技术移民，都是靠技术来移民和吃饭然后这就是这个新移民政策出来之后，我觉得我身边有两类人吧。一类人觉得非常的失望我觉得我应该是属于这类人里面，因为就是自己付出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在这个上面，但是呢并没有得到自己最后想要拿到的这个所期望的东西。然后还有一部分人比较绝望，因为呢他们没有 plan B， 他们的就是整个的这个人生计划呢就是说要移民澳洲，然后这个是所有后续计划的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所以说他们还是挺绝望的，还是可以接受这个结果的，因为也理解，因为澳洲的这个
国情和这个疫情之下，他也没有办法，只能说是理解，但是很失望。就是因为我高中就是在这儿读的，我 VC 是在这儿念，念了两年，然后本科在墨尔本大学又念了三年，一共念了五年。我家里人的想法就是想让我尽力试一试移民，如果移不了的话，回国也是没有问题。但是我就是觉得，毕竟已经在这里五年的时间了，而且我确实比较喜欢墨尔本，比较喜欢墨尔本的工作 life work life balance， 然后也很喜欢墨尔本的气候啊、环境啊，然后这边的 multicultural 这些我都很喜欢。所以就是说，如果现在让我放弃移民回国的话，确实对我来说非常的崩溃以及沮丧。但是我想就是澳洲政府也要考虑一下这些年来留学生为澳洲的经济做出的巨大贡献，也就是现在没有留学生来了，然后澳洲各个高校就疯狂裁员。那确实留学产业也是澳大利亚好像是第三产业吧，也算是他们一个支柱产业了。那如果他们现在就是 cut 189的移民配额，其实对于留学生来说不公平，不仅对于留学生来说不公平，对于他们本地的未来发展，我也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好事。董乃仁先生，这个到底这个政策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意味着移民啊，技术移民会马上的被卡的更多？虽然普通技术移民就是毕业生啊，我们刚才在视频里看到这两位同学代表的189和190这种申请人，对他们来讲显然是个噩耗。我觉得最终我们要看到是，虽然说政府说这是一个临时的，但其实这个噩耗有可能会变成一个中长期的政策。原因很简单，政府现在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是希望于吸引所谓的叫 job creator， GTI 就高全球人才移民和投资移民是能够创造更多就业的。当然同时他要考虑留学生，政府在面对留学生态度的时候一直都是我希望你来读书但是不要留下，花钱但是不要留下。那但这里的问题就是在于针对于这些已经在澳洲的留学生，他们付出的努力考刷雅思八分或者 PTE 的时候包括读 PY 找工作，他们付出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但是政府没有去考虑他们所谓的沉没成本。这种态度其实是不太公平的。但是我们来听卢先生的怎么讲哈。卢先生，您认为这是不是一种短视的做法，而断了澳大利亚长期的财路？我觉得在几个月以前政府宣布，那个时候现在应该我不知道通过没有啊，就是关于在澳洲大学里面他对某些学科的学费上涨，某些学科的补贴下降，已经通过了。那个时候就已经显示出来了，就是他要以前这个工作机会呢是主要靠移民来填补。现在呢希望在能够创造这个为本国人更多的创造岗位，所以呢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我觉得从这个我同意董先生讲的这话啊，就是在这个留学生角度来讲，因为我也有很多包括晚辈或者我的朋友，他们在这边读书了，然后呢很想留下来，但是呢就是可能最近的这个配额也发的比较慢啊，非常着急。但是呢就是从他们角度来讲就自然是不公平的，但是呢这个也是更多的是因为现在疫情啊造成的这个突发事件造成的。所以政府说现在是临时的情况，我觉得是他这么说是有理可循的，确实是因为突发事件造成的。那么是不是会变成一个长期的，这个我觉得还是要看啊，尤其是过几年大选了嘛，到时候我们还会看这个政策走向。好，那江怡女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那么澳大利亚政府最重要的是要这个对澳大利亚的本国的公民和永久居民负责， Australia first， 难道有错吗？我觉得这没错啊。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当然是要做政策，要做都关于国家利益最有利的事，这是没错的。但是当然我们也应该要考虑到这些留学生的想法，因为就是前面一个留学生说的嘛，我教育也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出口行业，所以这对澳大利亚经济也是还是很有利的。那么就有一个问题啊，我这样有个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董先生啊，他说为什么在这个疫情这个爆发的这样一个年这个一个财政年度啊，大幅度增加配偶移民签证的配额，而减少其他的这个配额，这个有什么样的逻辑在里面？逻辑还是我觉得为了舆论吧，因为其实189、190这些技术移民
会和本地的毕业生或者是工作人员抢饭碗啊、你可以这么讲。配偶移民呢，其实政府因为受到了很多压力和诟病，因为现在澳洲的配偶移民世界基本上是最贵的，时间也是最长的，那所以政府受到了很多压力啊、在这个压力下呢，可能会把这些名额短暂的移出去。但是我其实江女士刚才讲的话，我补充一个，我特别反对移民政策的渣男化。什么叫渣男化？就举一个例子，就是2011年11月5号的时候出了一个政策，就是那时候推出了一个新的 PSW 签证，两年的毕业生工作签证是那时候推出的。那时候推出的是不再要求你读什么移民专业，只要你本科硕士毕业就给两年。这个签证推出的时候，针对于当时已经在澳洲的留学生是不享受这个政策的。我的目标很简单，我吸引你来读书，那你已经来了 ，OK， 那我不给你了，因为你已经来了嘛。太过于利益考量的渣男化的政策，就是把你用完之后我就不管了，我是不负责任的。其实当然这个群体的声音是听不到的，因为毕业生嘛，留学生嘛，没有在主流社会的发言权。但这样的一个政策，从我作为一个行业的观察者，以及和很多同学们切身体会，看到他们那些挣扎，我会觉得其实是有点不人道的。但是 很抱歉，这个声音大部分人听不到。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这个非常热烈的讨论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一次呢，感谢三位嘉宾朋友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一起来讨论这样的话题，也感谢所有在线上给我们提问的。今天好像这个提问的朋友还非常多啊，把自己的观点和想法都亮到了我们的嘉宾的面前。感谢各位的参与。我们呢在下一个星期的星期三的同一时间，会继续呢在节目中直播澳洲中的跟大家相聚。那么欢迎大家呢对我们节目讨论的话题呢可以献计献策，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脸书和推特账号 ABC 中文电邮 chinese@abc.net.au 与我们呢保持联系。好，再次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再见。谢谢方老师，再见再见，谢谢各位，再见。